我都还不知道今天来呢。李泉。哦，李泉啊，李泉。泉哥是我从中学就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嗯，然后后来参加了工作以后，有幸认识了李泉，然后也跟他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嗯，直播好有有有。那会对哪个选手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张恒远。你喜欢？嗯，还有那个古斯塔。伍思凯啊，塔斯肯，塔斯肯。今天两位来到新秀爵士上海音乐节，怎么会想到来参加这样一个全公益的这样一个活动呢？哦，对，其实今天演出是从下午到晚上嘛，那我们在演出之前参加了一个Sing Adoption 的这个活动，然后呢，因为它是跟猫猫狗狗有关的，然后其实这个组织的一些发起者啊，就是大家也是朋友，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地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那当然今天因为其实另外还有一个，今天是胡歌的生日，是，所以胡歌聊聊今天的这个生日过得怎么样？今天这个生日应该是最特别的吧，嗯，然后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呢，我和李晨都是爱猫爱狗人士，嗯，他有养狗，我也有养猫，我们也深知就是这个人和动物之间的这个情感，也深知就是这个对于每一个生命都需要去负责，都需要尊重。嗯，那刚才也了解了，就是你刚刚那个，我听工作人员说你推掉了一个生日 party 专门到这边来嘛，那今天在这样一个场合下，这么多粉丝给你过生日，自己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除了没开香槟基本上都有了，蛋糕也有。可能以往每年过生日都是有某几个套路和形式吧，嗯，那我觉得今天虽然说没有了什么美酒啊但是我觉得今年的生日应该是最有意义的，嗯，内心比较快乐。对，而且我觉得我回家以后，我站在我们家五只猫面前，我都可以跟他们嘚瑟了，你看我今天做了一件多么对你们来说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也知道二位平时的那个造型都非常的很不错啊，就是特别是自己还开店当老板，那今天自己的装束是怎么样一个想法呢？能不能谈一下？本来是想的穿的比较随意一点的，但是考虑到胡歌生日，是是是，对，但一般就是说就是穿的比较这种属于怎么说呢，浮夸一点的，就说明内心是这样的。那穿的比较低调的呢，哎，就不一样了。你看胡歌这一身，来介绍一下啊。其实今天过生日嘛，就暴露了一个星座，对吧？我是处女座的，啊，你也是，啊，他也是，是九月九号。那其实说句实话，我一直要说一句话，就是别人说处女座，因为到了三十岁了嘛，对吧？应该算上升星座了，是不是？我上升星座也是处女座。那你是彻彻底底的一个处女座。对对，追求完美其实挺好的，是不是？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想说什么来着啊，说也对对对，我想说就是处女座嘛，处女座呢这个被黑了嘛，就其中有一个用到最多的词就是闷骚嘛，所以呢刚刚那个李晨也说了嘛，我穿的比较低调，细节亮点也就是闷骚的地方啊，就说今天这条毛裤这个毛裤下面这双鞋啊，再比如说这个混搭，对，对对对，是，嗯，所以，这个，还有这个，对对，里面这个丝巾，嗯，没有，这个是别人帮我绑，因为今天找不着镜子，你知道吗？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镜子，嗯。处女座永远在找镜子。